阿宏中医药电台网址 www.ahontp.tw。暂时的成功免大声，人在输赢，金色的爱情也会给人听。阿免悲伤，阿免着惊，最后才知输赢。阿宏无所不谈，这个节目是由我阿宏本人制作主持服务。一定输定，什么是有，什么是命，打拼做头啊也会出敬请各位网友观众，每天拜一到拜五下晡两点到四点，欢迎收看阿宏无所不谈。只要对事无对人，什么代志拢会当在本节目发表你的这个意见甲看法。感谢网友多多起来发表，多谢努力。暂时的成功免大声，人在输赢，金色的爱情也会孤人行。阿免悲伤，阿免着惊，最后才知输赢。各位亲爱阿宏无所不谈，阿恁坐坐，阿恁这网友观众，大家午安，大家好。如果刚刚咱这个阿宏无所不谈这个节目，阿咱这个节目是伫阿宏中央电台每天拜九拜五，那么一波是两点开始，大概四点。因为有小弟阿宏醒困。甲咱诸位网友、观众做伙来关心国家事、社会事、家庭事、教育事等。来，咱来看一则社会新闻呐，也就是这个红中 Q 案哈。伊这个新闻是啊吼，这个军检吼别外就对了吼，这个河江中当场扣两分钟呐。来，咱来看内容吼。那么这是联合新闻网，2013年10月23日早起4:44，啊，伫个桃园报道吼。那么红中球案被告五四二旅的副旅长何刚中，长哦，也会算来目屎吼。也算讲，也爱这个法庭的啦，就是讲流目屎啦，吼、哦。伊吼、哦，伫咧讲啦，伊讲吼真委屈，吼、哦，无印象有讲过，无爱关就关你安尼啦，吼、哦。
这种的这个话。那么当初军事检察官提别人的这个笔录，啊，甲通人强迫伊回忆啦，就是讲叫伊吼想看卖啊，就对啦。那么甲诱导逼伊吼，啊，那么将到这个话吼，也硬算安尼啊，算讲讲伊讲的就对啦，吼。那么伊靠将近差不多两分钟，那么真委屈就对啦。那么审判长还阁请庭务员摕卫生纸，予伊擦目屎啦。那么吕伯仁连长徐信正表示啦，洪仲丘还阁宋姓伊的这个士兵。被查获带这个相机、手机啊，因为安怎讲呢？因为伊这个军中有这个机密嘛，吼、哦，有军机机密啦，所以袂使有相片，袂使有翕相的，这是无唔对啦，吼、哦，这是无唔对。那么的时阵呢，已经由战争官通报高群官。无办法输了啦，吼、哦！那么却红态度无好，曾经讲就要退伍啊，吼、哦！关袂着我啦，吼、哦！我都已经要退伍，你关袂着啦，吼、哦！这种的嚣张就对啦。那么伊认为讲得要退伍啊，就无受到这个性格来讲，会影响到部队的这个管教。所以今后真难带兵啊！哦，对其他的这个士兵嘛无公平啊！才发动惩戒权，请副连长展开士兵会等的这个程序啊。那么徐信正看人干涉士兵会伊的这个进行啊，表示士兵会投票是由各士官自由。那么意志要来投票的，吼、哦，啊，那么伊吼无做任何的这个指示，如果当初无过，伊嘛袂执意要来关人呢。那么副连长刘延俊昨伫法庭，吼、哦，安怎伫打瞌睡啦，吼、哦。在打瞌睡，哦。那么被审判长陈吉雄严厉啊来斥责，哦。伊讲哦，若搁再困哦，要甲你罚徛，哦，你家想看麦。啊，这吼、哦、这嘛唔是，袂使安尼呢。哦，你啊看审判长，哦。所以嘛，才讲你说你甲看，这个法事庭的吼，绝对一定吼，安那会歹人。即马歹人不是讲迄歹的这个人呢，算讲会骂人就对了啦。甚至吼，会说，你安怎呢？吼，硬要逼啊呢，有这种的这个情形。所以。法官看伊咧打瞌睡，因为其实哦，打瞌睡是无尊重这个法官就对了，所以伊法官起毛歹啊。其实伊打瞌睡也无关系啊，因为咱讲，若有迄款的钓鱼，法官敢问，伊才起来讲就好啊，对不对啦？其实打瞌睡跟案情无什么关系，是警察讲。对这个法庭吼、哦，较无礼貌，安尼啦，吼、哦，啊，所以法官的时阵安尼啊，严厉，就特质讲的时阵安尼啊，哈，你搁困，要甲你罚起安尼，吼、哦，严厉伊的这个口吻，有如老师在训小学生啊，吼、哦，你甲看讲，
啊，若到安尼，老师要来使对学生安尼啊？哦，你讲对毋对？即摆时代你做你甲看，由此可见哦，即个存在咧社会，包括法定的共款啦，哦，拢有即种的即个情形。啊，即若要在一般来讲，即嘛安尼嘛袂使啊。你讲对毋对啦？啊？你啊，唔听，用框架啊，是毋是安尼先？袂使甲骂的，你讲对毋对？啊？吼，啊，惊一个时阵安尼老的，唔敢搁再困啊，当然啦，是毋是安尼先？那么老洪仲秋按张进立被告交付结问的这个程序，那么何刚中除了流目屎、真委屈的之外，吼，啊，搁表示啦。红的带这个翕相手机啊，被查获，是连长徐信正发动新改款的，向伊报告。红的被查获，还佫呛讲，吼，无多人甲伊关就对啦，态度吼真恶劣就对啦，啊。那么徐爷因为部队领导统御的这个需要，啊。这个希望讲关红的呐，吼、哦，伊无将会撇了掉了，所以尊重连上伊的这个决定啊，要求依规定停止办理，但是无超称谓了，哦，迄种记者乱写就对了，我哪有咧超称谓，啊，那么而且。是甲个孙阿娘，二六九旅个副连副旅长黄天林降车个时阵，拄啊好二六九警备室拍电话汇报，啊，佮有即个称谓啦。即只是徐信正依停驶啊来签班啊，哦，你甲看，即马落去都无共款啊，哦。你啊看，才有这个相片哦。这个反祖现啊，哦，你啊看，那相片的头壳拢淡淡安尼啦，哦，啊过去安尼，媒体哦，干嘛甲无一地，啊结果查有无？查无啦，对不对？媒体讲什么时阵安尼啊？啊，伊在开查某经，对不对？啊，在放东来。有啊无？无啊！所以我常常在讲哦，像这种媒体哦，真要不得，真要不得。因为你媒体是毋是要报道，爱去求证啊，对毋对啦？哦，报道绝对一定爱实在啦，对毋对啦？啊，你无实在无要紧，过会顺啊呢，吼、哦。这个什么啊？非常加油哩，啊！也会顺安尼乱写、乱报安尼，吼、哦。好嘞，有关这件、这个洪仲秋案有消息，咱就讲到这结束。期待下一回讲这个网络、讲这个时间，继续收看阿宏，无所不谈，再见，拜拜。